外国人来的游客有不好的那个来。会记就对啦。哦 ，OK 啊。哦。哦。是是是。呵呵。水桃了，水桃，樱花开了。樱花真色。那天阿五怎么？哎呀，那天是傍晚晚上，当然人少就可以耶。现在。白天人多，他不让你走。天气不好，不要去。台西的改名就是光复里。嗯。那天也没有人在管制。不是啊，那天已经是傍晚嘛，那现在是白天，他们有工程，不会才不会让你去。